今天和平道南延线建成通车，标志着武昌地区多年的这个断头路终于打通。整个隧道施工是由这个大直径开挖直径16米03的这种和平号盾构机进行掘进施工的。目前这个隧道是全国最大的单孔双向的这个城市道路隧道。期间啊，我们邀请前期湖原子等专家对我们这个施工技术啊进行现场把关。我们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，实测沉降数据，同步调整掘进参数，平稳地穿越武昌古城京广铁路及众多民政故居